你们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厚积淀，看到了中国开放包容、昂扬进取的时代风貌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、锐气、底气。祖国和人民为你们骄傲，为你们点赞。你们坚持拿道德的金牌、风格的金牌、干净的金牌，弘扬了体育道德风尚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认可，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的中国形象。我曾经讲过，比赛要赛成绩，更重要的赛风格。只要勇于战胜自我，超越自我，即使没有拿到金牌奖牌，同样值得尊敬和表扬。你们在巴黎奥运会上的成绩十分亮眼，更可喜的是遵守规则，尊重对手，尊重裁判，尊重观众，保持良好的赛风、赛季和文明礼仪。胜不骄，败不馁，在竞技、道德、风格上都拿到了金牌。